最新消息带你来关注的是，民进党现在在抓战犯嘛，频频下猛药，包含了前内政部的部长徐国勇，他最近在自己的节目独家公布了这一段监视器的画面，内容是这个民进党立委何志伟过去把这个陈时中的沙画拿去丢的一个过程。对此呢，立法院的秘书长林智嘉，他今天被记者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立法院强调监视器画面绝对不可以外流。那立法院现在有要处理徐国勇吗？立院回应说，他们先去了解看看。好，先去了解哦，有没有要处理不知道哦。但是他强调监视器画面是不可以外流的。那针对立院的说法，说监视器画面不可以外流，当事人何志伟他是呛虾，他说呢，他要保留法律追诉权。同时何志伟他还当场酸这个徐国勇，他说部长你是一个老部长，你怎么会把画面拿出来然后拿来做节目？重点何志伟又说了，他说可怜的是他的收视率才一两百人看而已。那同时呢，何志伟他也要追究这画面到底是怎么到徐国勇的手中的。好，这是何志伟的最新，同样提供给您。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还有富含胶原蛋白，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肉质鲜嫩 ，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哦。